人都来那个啊，天代桥这边跟那个伟森，大贺岁啊，小新年快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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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乐，平安健康最重要。哦，都帅哥。哦，我天哪，老帅哥，老帅哥，老帅哥。那五个算很厉害，我是国家有贡献的。我跟你讲，我小舅子还更传统，他那个观念比较传统。真的哦，非得生个没有？我妈说，拜托第三胎的时候就这样说，你不要生。是我、那个，因为我说你婆婆要强。那个他应该是我小舅子，太可怕了。那是他太太那边。我小舅子，我想到。对，他希望我下班就回家就好，中间千万不要磨回家。对。
会回家，他就很。结果我做晶片都赚的钱太少，你知道一个年轻。